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，人工智能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强。通过研究，我们发现五个社交热点，其中包括品牌微信公众号、小程序、社交群体等。会议记录请整理好发给我。好的。当下人们越来越追求便捷与高效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远程学习和办公，您可能需要一款更加高效的神器，就是我手中这款录音笔。这款录音笔配有两颗定向麦克风和六颗阵列麦克风，基于声立方拾音技术，可以自动判断出声源方位。即使声源离设备较远，这款录音笔可以通过智能算法自动放大远处声源，保证拾音的清晰度。最远拾音距离可达15米，可以轻松应对各种使用场景。为了保证人声的清晰程度，这款录音笔通过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，可以自动识别出人声部分，配合自适应滤波技术，将杂音进行过滤，进而有效降低环境音干扰，让录音更加清晰。这款录音笔还支持语音转文字，3.5寸屏幕语音转文字实时呈现。基于深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的语音识别框架，转写准确率高达98%。在学习办公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：有时候需要的信息在图片或者是纸质文档上，不能直接使用，只能手动记录。但手动记录不仅累人，而且真的是浪费时间，怎么办呢？让他来告诉您。这款录音笔配有800万像素数字变焦后置摄像头，配合光学字符识别技术，只需对准所需要的内容拍下照片，轻轻一点，可以瞬间将图片或纸质等形式上的内容提取成文字，内容实时呈现，一键保存，更加方便了我们记录信息，让工作学习更加高效。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效率的提升早已开始，特别是智能录音笔的出现，更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，同时也打破了我们对于录音笔的固有观念，开启录音全新的交互体验，给录音笔行业带来了无限可能。